有什么对抗？对抗这个修行，对抗修行是吧？对抗城市，就是不愿意修是吧？就烦还是什么？对抗什么？你觉得你在对抗世俗？不是，他是对抗世俗的东西，他老有出家的念头。再一个就是这个。我知道了，是人力的之间确实太多了，太烦了，让你就是想的太多了。当然你自己也不小心变成人了，现在你头脑的之间让你烦，你头脑的不管是从正面想还是从负面想都让你烦，怎么这么多之间呢？干干脆脆做好自己就行了。但是之间包括外边说的，说多了你也烦啊，各种系统啊，各种理论就让你烦，他对错都让你烦，知道吧？你单纯，你干净，知道吧？就是那些东西，人道的东西让你烦，就是那样，不是对抗，对抗是一直真的很烦，知道吧？你是对的，你的对抗是对的，是因为那些东西真的没啥用，真的很烦，知道吧？你本来就是，知道吧？你本来就很干脆，很简单，知道吧？那些东西之间太多了，觉而不动呢，我们坐在这儿，它就是用意识来觉的嘛，一般起用了一根，哎，因为你有个能觉的所觉的空，这种之间是在一根里边。但是六根里边呢，其实是眼耳鼻舌身意，我们要从六根解脱嘛，从六根解脱比在六尘解脱好嘛。虽然你是到最后空性无处不在的，有根尘识都是你，但是呢你从六根要开始入手解脱，因为困你的，你受报的就是这个六根，而不是六尘，是吧？哈，你起用一根说修觉而不动是可以的，但是佛不是推荐我们修耳根吗？说耳根这个根比较好吗？你也可以用眼根，因为我们其实人力污染的最多的是眼根跟耳根，就是我听见啥了，我看见啥了，是吧？就很烦嘛，是吧？所以佛推荐的，在楞严经推荐了耳根圆通，就观世音菩萨耳根。那修觉直接修觉而不动，你到一根，如果你很以前修的很厉害。如果一根你的圆照你的紫观力修得很好的话，你直接修六根，六根同时开始，就是说其实你修一根也是同时开始，因为六根都是求分别心，能见的所见的也是你分别产生的，能闻的所就是都是一个心，它都是求分别，天下分别心，六根全部没用了，都成个摆件了，眼耳鼻舌身就是个摆件在你身体上挂着呢，不起作用。所以死人你看到眼耳鼻舌身都在那，就是分别念不起嘛，是吧？你从修觉而不动也看能觉得所觉得都假，但是呢你试试，你从耳根眼根你鼻根，你从耳根，因为耳根是个立根嘛，耳根你看你睡着了我喊你，你还能听见，是吧？所以耳根很聪明，知道耳朵很聪明嘛，我们的耳根这个根是就是根气好，哎，但立根就是根气好。你试试坐在这儿，能闻的所闻的都假，停下对能闻所闻的分别心，比从一根快，知道吧？修正比从觉而不动快。但是你从耳根破完以后呢，到最后还得修觉而不动，因为粗浅的人力的耳根能闻所闻停下来的时候，你就又进入觉了，因为天人的闻都不是用耳朵听了，天人就是我觉得你就说你的声音啊，假如你说话我们俩心灵感应的，不用语言的，哦，是吧？我觉得你在说什么不用声音的，哦，心灵感应就行了嘛。所以孩子能觉于所觉空，所以你看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说闻于所闻境以后就是开始进入觉于所觉空，就还是笑。但是如果你的紫观力很好的话，其实哪个法门都可以，哎，怎么觉修觉而不动也行，直接修觉。但如果你很散乱，散乱的很厉害，我建议你从耳根或者眼根开始，耳根最好，嗯，耳根修一段时间，然后跟觉而不动一起来都可以，嗯，你试一试。耳根是听音乐是吧？听音乐不起。从声闻里边开始起修嘛，耳根你肯定是说耳根，你肯定是能闻与所闻嘛。与声音有关，但不要在声音上折腾，是在能闻上折腾。你怎么听到那个声音的？不是你分别心起了才能听懂吗？所以不要去分别那个声音是动的还是静的，不要管那个声音嘛，是吧？说话的时候
不要在深层上折腾，在耳根上折腾，在里边能闻的这边开始停下来嘛。能闻不是个分别，我说扇子你不是又分别了，我说杯子你不是又分别了，停下这个嘛。我说扇子，我说我你能停下我吗？你停不下我吗？是吧？你喜欢耳根源头，我想说啥说啥，是吧？杯子茶杯我坐在这不停的说，你喜欢耳根协同，你如果不都不分别就好了，可能你听不懂，听不懂就听不懂呗，是吧？你如果不都修你的无分别境界嘛，我声音在这继续说嘛，是吧？你成佛关我这个声音什么事啊，是吧？是吧？宇宙的声音永恒的就在这儿呢，是吧？你明天成佛了，声音还在那儿呢，是吧？你不是把声音灭了，不是这样的，是能闻的心灭了，停下来，不起分别了，停下来。当我扇子的时候，你说老师在说扇子，这是本能体反应了，是吧？你第一念你没修行的时候，你虽然在闭着眼说老师说扇子，这不是第一念就出来了，那就不要跟着第二念再起了，马上停下来。耳根是能闻的，是个本能反应，知道吧？慢慢就停下来，就这么修，安住在能闻听的这个声音的境界，慢慢修，知道吧？也可以有意更修，嗯。你看《楞严经》里边25位菩萨，从18界任何地方都证，都可以证。但是最后，文殊菩萨选了耳根源头，是说耳根源头普遍三根，就是说，比如说，你看弥勒菩萨就是从一根进入的嘛，是吧？但是说弥勒菩萨根气好嘛，是吧？人家能就，就说初学怎么行？因为当时是阿难问问题嘛，阿难是从正是出国嘛，阿难根就是说，不管他根气怎么样，他当时的正量不够嘛。而且当时佛还要渡摩登伽，摩登伽就没学过佛法，知道吧？要渡摩登伽，摩登伽没学过佛，对没学过刚开始学佛法的人，从耳根走最快，嗯，就是这样。但不管怎么，就是从六根走，开解六根，是吧？圆通。